你在干嘛？呀，老公下班了。下班了，我这不下班，我电话好没电了。你这今天回来挺早啊。再不回来走，电话电都不够用了。咋的了？咋的了？没充电啊？没充电？电话一个劲儿响啊！你家一个月工资你给我干去一大半啊！你干啥？你说那话说的，挣钱不就是花的吗？花有你那么花的这不是快过年了，啊？买东西了吗？头半个月怎么？你是富婆，下半个月勒紧裤腰带啊？这不快过年了哎，快过吗？年怎么了？快过年你不得买东西、买吃的、买买穿、什么？买你用买品什么吗？东西花一大半工资啊？羊排、羊肉，你怎么不去买羊？然后羊肉卷、那烧你怎么饼。不买个什么羊群来家？还有海鲜，不是那那个还买了好多鱼。你怎么不给大海买来家？你坐家拿网捞啊？你这不抬杠的吗？你我怎么抬这。杠啊？你告诉我买羊啊？你是买什么？买羊群呐？怎么了？那过啊？年不吃啊？花那么多钱？你买鱼，你是买大海了？你回来捞花那啊？么多钱，不花就那么多买钱，这都花了一大，一千多块钱吗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那电话顶上是计数的，不是不计数啊。说呀，买啥了？你别说，你别那什么。什么东西啊？买菜送的，还是买鱼送的，买羊送的？捡的，捡的？哎呀，没掉两个门牙？不是，今天我去买菜的时候，然后有一个小姑娘，她那个啥，她在说的，她跟我说，说姐姐，我最近着急用钱，然后说你看我这个，我卖给你吧，完了我就一看也挺好看的，我就给买回来了。你唬谁呢？真的，你我看唬他挺谁可呢？怜的，你看着挺他可说怜他回家没有钱买车啊！票哎了。呀，你那后你倒拿我当小孩呢？哎呀，你同情心泛滥！哎我呀，本来一你直都老很有善爱良心吧，我本呢！来一直有爱心哎吗？呀，你就说好不好看吧？不好看，不好看吗？不好看，我觉得挺好看的呀。不好看，不好看。不好看，不好看也买了，没办法。多少钱买的？3000、4000块钱。开票了吗？开了，不开票谁买？标啊！你家在那，你奉献爱心完之后，你在大道上，他给你开啥票？你告诉我来。对呀，他怎么能给我开个票呢？还不憋，是，他的票完了给我了，他的票给你，他买东西那发票给我了，你那还憋，那你自己啊？看来拿呢。我看看，来拿我看看，来我瞅瞅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今天啊。哦，他这个首饰什么时候买的？买好几年了是吧？啊，好几年了，他好几年顶上日期你忘了没？你这不给日期改一改？就买了怎么的吧？那你买了人家你就告诉我呗，我就在商场买的，我看好了，不就完了吗？还来呀啥？哎，还跟我来？哎呀，我有爱心，有小姑娘没有钱，没有路费了就，有它有用吗？你唬我你，你真是。